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强爸爸。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楼下小卖部啊出了一个新的活动，就是可以拿奥特曼这种二卡 SR 卡，就是没用的那些卡片啊，可以到他店里去换奥特曼卡包。那你我听到这个消息啊，我马上回家来整理这个奥特曼卡那种没用的卡片啊，看一下我这里有多少啊。来，我切换镜头给你们看看。小伙伴们你们看啊，刚刚我在家里啊刚刚整理出来啊，这里吧20000张没有，10000张100%有的啊，都是一些没用的二卡 SR 卡，这些都是没用的卡片啊。那你刚刚前段时间啊，我刚刚处理掉比这个还要大的两大箱这个奥特曼那种废卡没用的卡片。我当时我不知道他小卖部里有这个活动啊，如果当时知道的话，我那些卡我就不处理了，我拿小卖部那里去换不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就拿这么一箱这个奥特曼二卡 SR 卡，看一下到小卖部能换到什么奥特曼卡包呢？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就出发吧。Later， 小伙伴们，你们看啊、哦，我刚刚从小卖部那里啊、哦、换了这么多奥特曼卡包，整整有12包哎。那个老板他居然给了我一包这个3周年，我死哥哎！这老板也太大方了吧，他居然给了我一包3周年哦，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你看，还有这个奇迹版、豪华版。豪华版有2种啊，还有经典版火影忍者的，还有2包这个小红盒里面的啊英雄对决的。那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把它开了，看一下能开出什么稀有卡片。好了，我们现在就开拆吧，先从这个奇迹版开始啊，看一下能不能出紫祭品。哎，小伙伴们，第一包就中奖。那你一包特利迦奥特曼的 OR 卡，哇，第一包就出好卡嘞，这手气你们说欧不欧华、啊、厉害。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包啊，会不会又出紫祭币啊？出了紫祭币的话，那这老板真的哭晕在厕所，我跟你讲。嘿嘿，又一张，我死哥哎！小伙伴们，又一张奥卡，布鲁奥特曼的烈火形态的奥卡，哇塞，这2包奇迹版就出了2张奥卡，这老板晚上真的要哭大了，我跟你讲。哇塞，我这什么手气啊，看一下这包豪华版。耶、yeah, 这包豪华版怎么都歪掉了。哎呀，但里面还是有一张好卡的，一张 SSR 的哦。哇，这豪华版全部歪掉了，老板可能没放好这个卡包。来，接下去豪华27弹啊，能不能出 SP 卡、啊、没有。继续啊， SP 哎呀我去，经典版蓝 GP， 哎呀我去，没有。看一下这包有没有蓝 GP。 盖亚奥特曼第一型的必杀技是什么？火影的，这个火影会出 SP 的，没有。哎呀，不会吧，怎么越到后面怎么都开不出好卡了呢？哎呀呀呀呀，不会吧。看一下啊、哦、55周年呢有没有好卡。哎呀呀呀呀，没有啊，这包好卡呀。哇，这张是什么 SGR 的一张捷克奥特曼 SGR 卡，但也不算什么好卡啊，没有出 CR。 看一下这包3周年会出啥呢，一张高斯奥特曼宇宙日冕型的一张 HR 卡，一张泽塔奥特曼伽马未来，还有一张是戈尔赞的 AOGR 卡，还有一张西卡利的 UR 卡，没了呀，没有开出 XR 卡。哎呀，可惜了，没有开出 XR 卡。但是小伙伴们，我2包奇迹版就开出了2张 OR 卡，你们说我手气欧不欧华，能不能帮我点个赞、啊。